神立在你左前，让我们学习安静。站立在你心事面前，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，看见你为我所预备，光照在黑暗里，失恋伤怕自都挪去，你话语如今炼尽我心，荣上加荣因你生灵。站立，站立在你左前，站立在你心事面前，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，看见你为我所预备，光照在黑暗里，失恋伤怕自都挪去，他的话语，你话语如进我心，荣上加荣因你生灵，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，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，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，我心渴望荣耀如你，圣洁如你，基督耶稣，我全属于你。就要安静地站立在神的宝座前，让他为我们作战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手上呢，可能你们有一些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呢，很久可能就还没有应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准备这个祷告，或者是在近期里面你们有碰到一些问题，不管是自己的，是孩子的，是孙子的，是工作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，自己的婚姻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拿在手中，站立在神的宝座前，站立在这个信实的主面前，让他拿着带着你进入他的怀里，把这个重担放在他的手里，哈利路亚，放在他的手里，也换句话说是放在天使的手里，让他带到神的面前，对主说，主啊，你为我作战，我好累，我好辛苦，但是主啊，你的话语说，当我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会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所以求你主今天应允我的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让我耐心等待，不要用自己的方法，用神的方法来解决你手中的事情啊！所以呢，当我在继续唱诗的时候呢，你们有及时的感动，随时的感动，就把这个事情交托在天使的手中，阿巴父的手中，让他为你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 ，Amen。站立在你左前，握着你的祷告，
站立在你心事面前，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，看见你为我所预备，你预备好了，感谢主，光照在黑暗里，失恋伤怕自都挪去，你话语如镜炼尽我心，荣上加荣因你圣灵，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，活出像你丰盛的生命，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，我心渴望荣耀如你，圣洁如你，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。神吧，来托住向你丰盛的生命，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，我心渴望荣耀如你，圣洁如你，全属于你。让我的心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，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，敬拜他吧，跟随他，跟随你永恒，永恒在你手里，放下自己，让我的心，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，跟随你，永恒在你手里，我放下属于你，我属于你，我属于你。
属于你，耶耶耶耶，哈利路亚，是，耶稣耶稣耶稣，我属于你。心贴近你，让我的心贴近你，让我的心贴近你，让我的心贴近。我要贴近，贴近你心跳的声音，思绪如你，步伐如你，更靠近你。Ora masora vashiyan ne chenshu